你们怎么知？Alexander 不是不是，神经病的影片。今天欢迎来到我们的新购物场，然后你看自己后面是最贵要住后面的哦，是要倒去后面哦，后面好像要倒去，很大钱啊！我们这个很大钱，这其实你赚很多钱的，你懂的。那我要打吧，打打打打，这里要打过去哦。你跪下，你要转很久下。对啊，我们要转很少，没有人买薯片的。我们要看，对，有些人乱乱放到推车，我骂死他了。参观啊，我叫我爸爸参观啊。啊，这个大你想参观啊？这黄色的要补一下。什么没有人哦，从这里出来。因为我没有翻翻，你可以去是不是？你们全部都知道啊！你们全部一定要知道我们为什么那里不会有人出来，OK？我给你们看过一部故事啊。等一下，大家拜拜。